Good morning， 今天是夏威夷的星期天，然后我们今天呢上午打算去动物园，带孩子们去动物园玩一玩，因为昨天一天都基本上在阿拉莫阿纳逛街度过的，所以今天要让孩子们爽一爽。这个是我们家长的安排行程，就是一天是我们，一天是他们。那今天呢，上午会去一下动物园，然后下午呢，我老公已经叫了三天了，要去Magic Lagoon， 一个海湾，就是一个小海滩之类的吧，然后要去那个地方游泳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 outfit。 那今天呢就是很 casual 的这件 T 呢，我是在 Urban Outfitters 上面买的，挺好看，然后上面写着，就倒着写着 outstanding。Yes, I am. 然后这件衣服呢就是还蛮黄色蛮鲜艳的，因为我老公今天也是给他搭配了一件黄色 T 恤，就正好有一点小情侣的感觉。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个 Gucci 的腰带，这个腰带很多同学问我是多大的，我买的是 3cm 的。然后下面呢是搭配了一条ANF 的破洞牛仔短裤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在下面呢就是Vija 小白鞋一双，今天就是比较 casual 的 look。 然后包包呢还是这个粉色的小水桶包，昨天有战利品哦，迟点会跟你们分享的。然后项链呢就藏起来了，还是 Tiffany 的那条项链。然后耳环呢，我今天终于记得名字了，耳环是叫 Amber Secret 这个品牌的，这次我带了他家三对耳环过来，我觉得很好看，就是大小也蛮适中的，然后很适合就是这种海岛的度假的感觉。然后今天呢就是很 casual 啦，耶、yeah, 那我出发咯，一会儿带大家去动物园逛。对，我刚才好像忘记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唇膏颜色了。那昨天好像跟你们说了是用了 Chanel 唇釉150，第一天也是用的 Chanel 的唇釉，应该是140号吧。然后今天呢是用了 MAC 的这支，色号是 Bricola。这支很漂亮，有一点小复古的颜色，然后今天觉得搭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。 We like an egg。 今天雪儿也擦了一些润色的护唇膏，好不好看，喜欢吗？你的袋子要掉了宝宝。嗯，对，今天是用的这支，那我争取每天都换一支用吧，带了蛮多支唇膏的，这颜色很喜欢，而且它很滋润哦，棒棒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动物园了，然后老公去交 parking ticket 去了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就进动物园看看。你们今天都穿了什么呀？我今天的牛仔裤，我今天穿牛仔裤，我今天穿真腿大哦。Thank you.
要把花掉，这是在动物园那儿捡的一个鸡蛋花，很漂亮，粉色的。那刚才呢，我们就开车回酒店，把车放下，然后我们现在在酒店附近的一个，应该像个 food court 一样吧。我们在这呢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回酒店换衣服。下午呢，我们就去 Magic Lagoon 去游泳。看这里，打算给孩子们买个披萨。他们应该会挺喜欢的，前两天都是让他们吃 ramen， 因为我担心他们肠胃不好，因为换了国家嘛，所以我想说还是吃东西小心一点嘛，因为去年去 Gold Coast 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可能吃东西也没有很注意，所以就老是肚子不舒服，或者是小孩子们会呕吐那样子，所以这一次呢安全起见，但是还挺好的，就是今天已经第三天了嘛，头两天过了，我觉得第三天开始就可以吃一些稍微油腻一点的东西了。 OK， 那我们寻食啦，孩子们点了披萨，然后你那个是什么？我这个是 Cuban Rib。Cuban rib. How you feel about that? I feel really good about it. Wow. Yeah. 好吃吗？好吃。然后我呢，还是选择比较清淡吧，就吃个面吧，怕热气。OK， 那我们开动喽。我们刚才吃完中午饭啦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回来换了一身衣服，然后就准备去那个 Magic Lagoon。那现在呢，我换了一顶大帽子，因为要去海边，我真的也挺怕晒黑的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outfit， 因为又不一样了。那包包呢，就是背了 Longchamp 的这个粉色的包包，因为里面有超多东西要拿的，我先放下，因为挺重的。然后，衣服呢，这件是 Tabeka 的，它是一条 cover up。我觉得还挺好，因为它花花的，颜色很鲜艳，然后它是背心，如果它是长一点就有点袖子就好了，因为其实蛮晒的外面。然后戴了一顶超大的帽子，这个帽子品牌我也会列在视频下面的清单给大家的，大家可以到下面去查看。然后帽子的后面呢，其实是有写字的，嘿，能看到吗？是有写字的，就是很可爱这顶帽子，然后就是蛮大一顶的。里面呢，我是穿的泳衣，下面呢就是穿了一双 Adidas 的拖鞋，然后这拖鞋就是这一次来带的，然后跟老公可以情侣的穿。另外呢，想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指甲的部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后面有点乱，我挡一下好了。指甲的部分呢，我是在美甲店做的，gel nail， 所以这个色号我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记得是 OPI 的，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美甲店问一问。它是叫 pinky nude， 就是带粉调的裸色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然后我的脚上呢，这个颜色好像是 CMD 加的，然后这个比较偏紫调的这种粉色，我觉得还挺好看，就是脚会鲜艳一点。然后因为手部的话，我想说因为要搭不同的衣服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比较安全的。 OK， 他们在 lobby 等我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然后喝 juice， 然后呢，哒哒哒哒，耶！
的战利品。明天回去呢，好像还可以。哦，明天哦。明天回去呢，还可以拿一个 gift set， 就是的偶像要。Thank you. 我们去完 Sephora 之后呢，我们又去了 Victoria Secret， 耶、yeah. ！然后又有战利品哦，回家可以给你们做后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一个像是一个 food court， 但是这个 food court 里面就全部都是日本餐。我觉得我超适合生活在夏威夷的，每一家日本餐我都好想尝试一下。然后我们坐下来之后呢，我看到对面有和牛锅，就看着名字就觉得好爽啊，好想过去尝一尝。但今天我们来的这家呢是叫红屋，然后它的装修还蛮特别，大家看它就有这样子的座位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坐了一个这样子的座位，四个人，很可爱的装修。我觉得来夏威夷呢，喜欢吃日本餐的真的是不要错过，每一家都可以尝试一下。除了第二天晚上，第一天晚上我们尝试的那家小店，我觉得那家店可以不用尝试，超咸的那个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点菜吃饭。吃完丰盛的晚餐呢，我跟老公打包了一些 pocket， 搭配日本的清酒，呼，宵夜小淘气一下，真的好好吃哦。